超疯狂，劲骑呢，阿生才艺表演扮死啊！2013年，阿周先生竞选已经进入倒数嘅阶段，而日前一班阿生就进行才艺比赛争取分数啊！其实一班阿生平日已经够晒骑呢噶啦，比起赛上嚟，直头可以用一个字嚟形容，丧啊！穿古装吹箫已经是最正路的了，你看一身利揽六大双眼好像镖童一样，他说他是扮死的。这位阿生究竟是唱歌还是读书呢？唉，连歌词都唔记得。Next， 咦，黄师傅好似几劲咁噃？哦，得几秒课程嘅啫。跳舞就算系全场最正常嗰个啦。有时真系好佩服一班亚洲先生嘅创意，你睇下佢入去换衫都系一种才艺表演嚟嘅，真系失敬失敬。泰国选手打泰拳好正路啊，但点解啲 background music 今次大酒店播嗰啲嘅？呢啲咪就系骑个骑骆驼咯。